在我们的机构里有一个生动的传说，在任何非常恶劣的情况下，只要他一出手啊，谁都抵挡不了。他虽然比不上老板，可是他那充满艺术性的动作，哼，我看啊，连李小龙也自叹不如。自从那次之后啊，没有人再听到或者见到他们两个了。是传奇人物吗？传奇？很少机构敢声称有这样的人。你会觉得很幸运和传奇人物一起工作，明白吗？你当然可以这么说啊，因为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传奇。我说话你别插嘴，这会让我很难堪的，你知道吗？规矩点。哎，老大，是我。他是谁？我是罗密欧的同乡，我叫许荣南。老大，他很有潜能的。叫他去厨房干活。什么？厨房？我只能在厨房干活，臭婊子，你说清楚一点。你听着，我懂得怎么对付这种小白痴的，这种人。你胆敢对老大这么说话？那是什么？马骨头。你好。老大，找到他了。我在这里，握住我的手。他现在还会认得我吗？有机，不要走！安静，我会回来的。有机，安静，安静。
金。为什么让他进来这里呢？这里有精致的刀具。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们都是愚蠢的天才，先擦洗干净然后动手术。这个时候动手术是没用的，只会让他更加的……当心我割破你的喉咙，把你切成生鱼片。要什么酬劳？求你，哎，这栋大厦是不准抽烟的。小子，关你什么事？哎呦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真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你走吧。快走。没事，走吧。香烟。哎，老大，这栋大厦是不准抽烟的。谁敢在我妹妹面前捣蛋，他就死定。是老大。老大。是小姐。恩金，你很恨我吧？明天替你进行化学治疗，等你恢复健康才动手术。有计。恩金呢？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，你能答应吗？那个白痴叫什么？是什么事？你尽管告诉我。总之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。我有个愿望，就是要看着你结婚。结婚？结婚？结婚？干嘛大惊小怪？每个人都一样。我要你在这个月内进行，没有问题吧？老大，你真的这么决定吗？我的样子像是开玩笑吗？那么你心目中的有谁能够执行这个任务呢？胆小鬼，这找个新郎给我。那么你能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吗？确保他不会像你一样。立刻给我找个合适的单身男子。我叫雪莉，你好。你找个廉价的。你放心好了，这个专家是一流的。快工作吧。就像鳄鱼的鳞片一样。
罪礼仪必须加重一点。哎呦！哎，到底在搞什么？这是最基本的。他常常这样说话。哦，是啊，男人都喜欢我这样的说话方式呢。他们说这是我的特质。给我闭嘴，不然我打烂你的屁股！快工作。最好找个时装设计师。你疯了吗你？快工作！你不准我说话，你叫我怎么做？现在又这么大声地吓唬我，我怎么敢坐下去？别吓他了。等到他注意你的容貌的时候，你要用嗲声嗲气勾引他们。嗲声嗲气是什么？就是利用鼻腔发声说话。啊，宝贝儿。嗯，宝贝儿。这样不行。啊，宝贝儿。干嘛要那么摇晃？这是额外奖金。你这么一摇，包你一定成功。嗯，宝贝儿。不是这样，要夸张一点。啊，宝贝儿，那才性感吗？都给我出去！样子怎么样？省麻烦，今晚这样睡觉好了。啊，在哪里？哦，这边走。啊。韩国。你、啊、好大 啊, 啊！我真受不了，哦，讨厌，我们还是走吧。这么快就走了？你去哪儿？还不快点把鞋子穿上！让我介绍，金先生和金太太，他们拥有制衣厂，儿子在山明大学，现在就要修完哲学博士文凭。这位就是，啊，我看你自己介绍吧。嗯，名字是蔡恩金，今年26岁，身体健康，跟肌肉，生龙活虎的男。应该说雇员。是，有50个雇员，我的地盘，不，啊，他的意思是，他拥有一家保安公司。你的父母做什么的？少问废话了，宝贝儿，你还不要跟我结婚呢？当然越快越好。下次别这样了。罗密欧，是老大。去找一对夫妇扮我的父母。是。
请问老大现在要上哪去啊？医院。好男人到底去哪里了？要结婚也这么难。老大，我听说意中人通常会在直径2公里的范围内出现的。别跟我说这些理论，直径2公里内都是不中用的蠢材。王八蛋，他妈的！慢走，再见。在那边，还在那边，别让他跑，混账东西！喂，混账！别干了。你怎么开车？这妈呀！照死他！混蛋！岂有此理！还没开车是不是？站起来了！去死吧你！我还敢不敢？你去！不然你干什么？真是啊！我的天！不准微笑！不行，不准微笑！开始，我们走。你是白痴啊！竟然敢在外面抽烟，这里不是你家的后院啊！啊，傻兮兮的白痴，当心我踢烂你屁股！撞我的车！混蛋！什么呀？啊，你过来！混账！混蛋！他砸我们的车！你看他到底要干什么？喂，你不要来啊！喂喂，我宰了你啊！岂有此理！拿家伙！看看这个白痴！喂！你来啊！来啊！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哎，别打！他是个男的，打女人这可不是英雄的事啊！啊，不管你，别打！快开！不要管闲事！你们冷静点啊！你们不能打女人！拜托你们别这样！我走开！哎呦，哎呦，白痴！你们快走啊！走开！他为金明做了新的解释，多缝一两针就好了。是老大。你没事吧？他没什么事吧？当然了。
这个是赔偿。不，谢谢。这你不懂，一定要拿的。不，我不需要什么赔偿啊。那随你喜欢吧。待会儿见。那好，待会儿见。死气沉沉的人，你才是死气沉沉的人。欢迎欢迎。他叫甘淑义，35岁，是个公务员。他做起事来有点慢吞吞的，但这对他反而有利，成了他的特征。他曾经有58次的约会，但是成功率是零。就他吧。那什么地方，什么时候？晚上好。你好，给我些鱼饼。好。希望明天顺利完成。我真为那杂种难过，他怎么能让老大起死回生呢？你胡说什么？你就会在背后骂老大？我是为他担忧，你太敏感了，真是的。讨厌，好烫啊！对了。请问你们两个今年几岁了？我今年56岁，他54。 Good。 是。如果你觉得满意，我们当然希望是越快越好了。我也是这么想。看来他非常老实可靠。那我们准备呢，送他们一所新公寓，还有包括所有的结婚费用。我们很庆幸有这样的好女婿。太好了，有我这么多年。在商界的活动来说，还没见过这么好的一对儿，太完美了。但是照我的看法呢？怎么？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想，他们两个刚刚才互相认识。以我多年的经验，煮饭也不能煮得太熟，时间不是很重要的。对呀，他说的对。其实，这要由他决定。不如，还是。让他们两个自己谈。好的，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好女儿，你们慢慢谈吧。乖呀、乖。哎呦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真是的。真是太奇怪了。什么？因为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似的。是吗？你有没有借过高利贷？我没借过。我是说，我仿佛觉得我们前辈子互相认识。那么你会不会跟我结婚？你已经不再年轻了。你的意思是说马上结婚？是啊。在这里，这里啊。等等啊。怪不得他到现在还是王老五。Yeah.
你没事吧？他们是谁？我也说不上来，我想他们是大白爪牙吧。恩静，快离开，快点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还满头大汗的？哦，我在那边觉得很热，我们继续。等等，别动，我念东西给你听。这是麦迪逊乔那部电影的对白，我一直都非常喜欢他，现在派上用场了。我有件事要告诉你，这句话我只能对你说一次，希望你能认真的听着。在这个变幻无常的宇宙，这是一种无法形容非常强烈的感觉，在一生中只有那么一次。蔡小姐，你会答应嫁给我吗？请你接受这个。
老大，我没什么。度蜜月还度什么鬼蜜月？什么？他回来了？我要乘搭头一趟班机。我叫你给我闭嘴！昨晚的事我很抱歉。我突然有点急事，今晚必须回去。我不是个酒鬼，只是昨晚多喝了一点儿。真讨厌，啰里啰嗦的。恩君，你预定机票了吗？欢迎回来，老板。天天，什么都比不上海外旅游啊！你看，我的气色是不是很好啊？这个人是谁呀？我是新人许荣南。哎，你好。是新人？哪个白痴带他来的？是我。作为送你们全体的礼物，我现在要打断你们当中的几条腿，谁先来啊？曼迪斯在哪里？什么？他出去处理一些事情。他是去度蜜月啦。什么？他去度蜜月？恩基呢？我们什么时候去见你的父母呢？他们两个去外国旅行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让你舒服。没有我的许可，不准碰我，记住。好，我不会。你为什么指挥我？你不喜欢就滚出去。这臭婊子养的，我要把你给宰了。恩静，在冰箱里的那些38，还有那些快熟面39，
我喜欢海鲜味的。41。你的旅途愉快吧？听说你单独去旅行了。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。那我看你是昏了头了。我已经在打算离婚了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没有。你有没有好好照顾生意？听说大白鲨的势力越来越大。他们不敢动我们的。可以走了。是。女人是最不可靠的，一出门准会被人打晕的。小姐，哎，再来一瓶。就来。老大，我看你别那么急啊。你觉得我诱惑人吗？老大，依我看，你也跟其他男人一样，会为了一个女人而痛苦，嗯？老大，你坦白的说出来吧。我的头部受伤的时候，我不省人事。后来你对我说，血总是比水浓，但是。忠诚比血更厚。哇，太棒了，对不对？别管他，我负责定家吧。去，没问题。小流氓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干嘛？我本来不想说的，你们最好到别的地方去。哇，搞什么鬼？好大的口气啊！什么事？好好的回答我，不要考验我的忍耐力。嗯，你看他简直是个白痴，已经死到临头了，还讲。人心病啊，这死活的家伙是吧？干哪？你们想听我唱歌吗？虽然我们不是同日生，但是我们永远都是兄弟。我能苏醒过来都是因为你。无论怎么样，你永远都会是我的老大。这什么呢？这什么呀？你肉死了！喂，他谁呀？啊？谁放屁呀？你想到了？谁放的？你？是你，王八蛋，小流氓，还混蛋，白痴，白痴，白痴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好，哎呀，快跑，哎呀，你真了不起，你知道卑微小流氓和私会党的分别吗？什么分别 ？Professionality。
professor 是专业性，不然就是卑微的小流氓，明白吗？谁呀？你的丈夫，你自己的真可爱。我就给你可爱。别这样对我说话，我是你。自作自受。婚姻不是坟墓。你以为你能摆布我？你是什么东西？跟我捣蛋，我说没有我的许可不行的。喂，是你干的？对不起啊，我老婆出去办点事儿，今晚呢我不能出席了，我的孩子呢又忘了带家里的钥匙啊。哎，今晚你请客啊？哦，也带你的儿子明叔一起来吧。行吗？啊，没什么好招待的，希望你能归敬。哎，一定会好的，我很喜欢中国菜。谢谢了啊，来，谢谢了，我谢谢了啊，饿死眼了，快点。晚上好，你们好。哎，你一定是经常请客啊！你看这个设备，我们这个年龄啊，健康是很重要的，就像皮尔之战一样，是个长期的战争。你经常说中年人是最有魅力的，鬼呢？哎，过去呢，我可是每天早晨。坐在街道上做我的运动。哎，我看那些流氓都不敢跟你捣蛋吧。就是面对他们的老大我也不怕呀。哇，尤其现在的四位党更是可笑。哎，我还听他们说他们只是喜欢吃炸虾片呢。哎，双倍双倍双倍。哎，我三倍。哎，到你了。哎，我爸爸，你等等，待会儿再算吧。啊，为什么？等等等等，什么呀？三五七。哎，快点啊，这个问题帮帮我吧。你了。哦，我看你去问那个阿姨吧，她会帮你的啊。阿姨有个问题请你帮忙，你说警察还有什么别的称呼呢？别的称呼是猪吧。说着对啊，今天的警察啊都像猪一样啊。我说恩金啊，你有没有杀手的幽默感？但是这书上说要用三个字来形容的。三个字，甜甜圈。